超真实古代工程站，进攻方有工程锤、工程塔、抛石机作为工程器械，我们有三台投石车作为守城器械。战斗一打响，我就来到城墙上担任投石兵。很明显，我这台车上的投石物和其他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这里面装了炸药。可以看到对方派出的工程锤正在缓缓前进，这好办，我只需操控投石车将它打掉即可。一炮，两炮，三炮。坏了，刚有点感觉这工程锤啊已经濒临城下，并且超出了我的射程范围。没关系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可就要对你们的士兵下手了。开炮！有人。很好，全是一群死士，大无畏的精神值得钦佩。有狙击手，没关系，生命值还很健康，好机会。下课不？投石车效率太慢，不如抱着篮球往下丢。不急不急，再靠近一点，走点。眼球被绑架，正门被迫看不见他们人了。左边还有爬云梯的，走点。真是高手！哇，真是高手，真是高手！这也太厉害！哇，这个真厉害！哎，这太厉害了！这郑爽的篮球用完了，下楼看看情况怎么样了。好家伙，他们爬上来了，估计中门被迫，这队友都防守中门去了。没关系，云梯这里就交给我了，看我直接化身德莱厄斯。我不真火，you